主料，猪蹄600克，玫瑰腐乳3块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料90毫升，葱5克，生姜5克，八角1个，生抽25毫升，老抽15毫升，冰糖1块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剁好的猪蹄冷水入锅，加一般料酒，部分葱段和姜片，大火烧开，煮出浮沫后捞出猪蹄，把煮好水的猪蹄冲洗干净，控水备用。龟腐乳加一大勺腐乳汁一起搅拌好，锅里倒油，油热后放入猪蹄、葱、姜片、八角炒香，猪蹄表面微黄，倒入料酒、腐乳汁翻匀，加入老抽、生抽、冰糖，翻炒均匀，加入没过猪蹄的开水，大火烧开，再转小火烧约一个小时至猪蹄软烂，收汁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猪蹄要冷水下锅捉水，尽可能的去除血水。二、最后可以尝一下味道，可加适量的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